开成这个样子，真的应该说是开爆了。给你们开一个超级牛逼的后酱啊，有324克，我来给你们看一下。脱砂位置肉质是漆黑了，而且这种是粉皮的料子，然后肉肯定是很细的。脱砂的位置压灯来看，已经到了界面级别了。为什么？它很纯呀、啊，有324克，这种浓青底的东西开完是非常非常漂亮的。然后起锅它还会翻，小万的价格放出去的，开完至于什么样，你们自个看，实战出真理。现在开口。小万的东西开成这个样子，真的应该说是开爆了。过来给你看一下，看自然光啊，这个肉质的细腻程度和这个种，估计我不上灯的话，但凡有点经验都会知道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。压灯来看，别眨眼，美不美？这种底，这种种水，是不是甜甜的、美美的，非常非常漂亮的？至于这个料子开成这个样子，长没长 ？OK 不 OK？ 你们自个说啊。好了，飞驰出品呢，必定精品，喜欢飞驰的啊，双击加关注，爱你们。